BMW M5 当初是群众要求下诞生的一个产品，基本上 BMW 工程师就是把赛车的引擎塞进他们引以为傲已经很成熟的豪华型正房车里面，创造出舒适、空间与性能兼具的最速房车经典代表。从一代 M5 与造型更为精致的二代车型身上经典的直列六缸，到号称最帅 M5 的三代换上性能更强劲的 V8， 还在后轴增加差速器来提升操控感，四代更是导入了有 F1 技术的 5.0 V10。 尽管后来的五代被逼降低排量，但导入双涡轮技术让它性能再进步。在性能提升的同时，这款殿堂级性能房跑的内装也一直在进步，由单纯多了电动前座座椅，到后期不断增加的奢华配备，每代车型的蜕变为的就是成为称职的房跑，一辆可以让车主享受 luxury 的同时，又能温文尔雅挑战 supercar 的暴力绅士。从当初到现在 M5 已经发展了六代，而正如许多东西一样，大家都会有一种怀旧的情怀啦，觉得一代不如一代，旧的东西比新的东西好， V6 V8 比电动车好，GTR R34 又比 R35 好，大家都觉得以往的这个快乐比较纯粹，现在的生活太过 stress， 太多东西要追求了，有很多选择要做。这个新的 M5 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它有很多很多的 option， 全部选择加起来有100多种，那么多。也正因为这样，它能够做到性能和舒适都完全兼顾得到。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很多人就觉得这个 M5 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精神，不够纯粹。老实讲啊，100万啊，我可以选择花一个800000去买一辆超跑，然后剩下的钱去买一辆 Viewfire， 也是可以做到性能还有舒适都兼顾得到。但是为什么我要选这台 M5 呢？其实此时此刻啊，这台 M5 啊，它就完全符合了它当初诞生的这个目的，一台很有行政风味的豪华房跑，非常非常的低调，在不懂的人眼里啊，它就是一台5系列而已。你可以很安心的开它去任何的地方啦，不用担心太过引人注目，但同时你又知道它的实力其实是足以干掉超跑的，就好比我身旁的这台小红。买这种车追求的就是这种低调，只有懂的人才会懂。大家都说这一代的 M5 啊，太过电子化，快到无感了，没有 feeling 了，已经不像我们懂的那个 BMW M 了，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就要开这一台 M5 和大家过一天，体验一下，而且我要去办年货。哇啦喂，带我来种地方做什么？哇，不幸好这辆车还有这个360度 camera， 来这种地方用这种就对了。哎，哇！你看他的这个 camera， 很多人讲有这种 camera 啊，弄到人家不会驾车。哇，你看极好，而且哎呀，买得起这种车人啊，都是日理万机，忙着赚钱的。有这种东西是好啊，帮他们省时间。BMW M5 一向来都走这个低调风啊，跟你走什么 sleeper 路线。那这个新一代 M5 也是一样，乍看之下和这个旧的第五系列好像差别不大。但是啊，它其实多了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像是这个招牌的 M 牛角镜，然后这个 Fender 还有这个 M5 里面还是真的是有动的啊。上面的引擎盖又多了两条鼓，但是重点还是在这个刹车部分，多了这个漂亮的金色 M 刹车卡钳，大力火山的设定啊。而且这一台车还选配了这个 Ceramic Brake， 跟 Ferrari 一样啊。这个 option 95000可以买两台 Miami 了啊。哎，马德，你来了啊，来上车。还有电视门，这辆车啊，里面用了整个黑色的阿尔坎达拉车顶，可是呢，空间感还是很够的。以往的 BMW 啊，里面就是给人比较简陋的感觉啊，那来到这一台啊，就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档次了，整个就很 classy 很奢华的 feel， 而且还多了这些 screen 啊，这些整个就很 fancy 的感觉啊。那我相信 BMW 应该是加到没有东西可以加了，所以这一回啊，他还加买按摩椅下去，妈的，是不是真的是按摩嘞？那既然都已经做得这样豪华这样舒服了啊，为什么没有天窗呢？其实因为这一台 M5 啊，它用的是 carbon roof 碳纤维的车顶，要透气
因为这一代又多了 OE Drive 加上很多电子系统啦，而且前面又是一具非常重很暴力的这个 V8， 所以可以维持到和上一代 M5 一样的一个车重啊，已经讲是很厉害了啦。而且它的这个车重比例还是维持在54:46，所以这一次我就后面再多一点东西给它 balance 多一点。再说这么多奢华的配备，什么隔音啦，又 NVH 更细腻啦，给你更舒服啦，又加重啦，这个那一个的，会不会少掉驾驶乐趣，拿走了它的这个暴力还有纯粹呢？哦，其实并没有，而且它的这个转速啊，还可以拉到7000转，那么高，哇，真是很暴力。这个750牛米啊，真的是非常的饱满，很厚很紧的感觉啊。那同时我又可以 feel 到有一层 cushion 包着，拳拳到肉，可是我又不会 feel 到痛。但是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排气声浪啊，其实是有这个 speaker 助阵的。我只要按下这个 button 关掉它， Oh my god， 好像一辆5301一样。那同时呢，这台车的这个 bucket seat 啊，其实它的这个保护性是很好的，而且还具有这个通风的功能。我们都知道 bucket seat 是紧紧这样子包住你嘛，所以你其实坐久了、啊，你就觉得黏黏，然后会流汗这样子。那是有了这个空调的功能过后啊，嚯、哦，现在我的背后还有个屁股啊，嚯、哦，非常的干爽。这些东西啊，的确是让这一台车没有那么凶了、啊，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感觉就像是随时等候你命令，然后全部武装的这个八人特种部队。在搭配这个 X-Drive 全驱系统之下呢，只要你一发号施令，踩完油门，呼，这八人就同时出进这个奶里，哇，出完全力，非常非常的快，快到让你有点害怕。可是同时在你心里，你又知道你不会驾驭不来，因为这支训练有素的这个特种部队啊，它全程都会在保护你。这么我拿甘蔗呢，其实是我妈妈叫我买的，不过我用这个甘蔗来秀一个本地的这个普通版5系列做不到的东西。嗯，现在看我表演。卖你一个冷知识，本地的5系列是没有后座倾倒功能的，而这台 M5 它有。看到了吧，所以你要实际性要实用性的话，你要选 M5，多一个700千而已吗？这辆重量接近2吨的大房跑啊，0到100只要3.4秒，0到20011秒，什么概念呢？我们就拿一些牛和马来比啦， Ferrari F430、 Lamborghini Gallardo 都差不多上下而已，宝马你这样对超跑好没？不过是不是真的这样劲？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实测，而且我破百了过后，我会直接踩 brake 来个 brake test。一台载着人与一堆东西的大房跑，居然跑赢 supercar， 刹车性能还比它劲 ，What the f***？ 当你在放下你的家人，放下你的日常过后，切换到这个最极端的 Sport Plus 模式，嚯，这个时候，哇，这辆车仿佛就好像另外一个性格这样子，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台车了，真正的 driver's car。而且还是一台 advanced driver car，
因为它的这个引擎啊、牙箱啊、避震啊、底盘的这些全部都有三个 steps 可以切换，而且方向盘上面呢还有这个 M1 还有 M2 的 button， 就是给你 save 你好不容易设定完全部这些东西过后的客制化设定。按一下，哇，就启动了，再按一下，又回到之前的设定，聪明。对于很多人讲的这个没有个性啊，我觉得应该用可文又可武这个形容是比较贴切。当你在这个全驱模式驾驶之下，你可以很安稳的去驾驭它，但是当你想要顽皮一点的时候，只要关掉这个 traction control， 打开这个后驱模式，这个时候 oh my god， 我可以马上 feel 到它这个后尾已经是飘下飘下这样子了，非常的 naughty。 踩完油门你甚至还可以漂移，这样的设定啊，基本上是已经可以满足各种场景下的这个驾驶需求了，但同时也让它开起来就显得比较 boring 了。但换句话来讲，其实也就是比较斯文，比较没有那么的 crazy， 而这也是一些人会追求这种车的原因，因为它够低调，不会太过锋芒毕露，不会太过挑衅，但当你要 power 的时候，它又可以随时给到你。其实有哪一个买车的车主啊，会不希望自己成为故事里的主角，谁不希望备受瞩目？但是当你开过这一款车以后，再配合我刚才所说的这一些点呢，你就会发现，平常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繁华、喧哗这些呢，已经不再是你想要过的日子。这个时候，你只想要舒适且安逸的、随心所欲的开着这一台暴力机器。在一整天的忙碌以后，回到车内享受难得的宁静，再打开这个 Bowers & Wilkins， 配合车内的这个氛围灯，愉快且写意的享受着一个人的时光，这就是这台车的这个魅力了。总的来说，这个新的 M5 驾驶乐趣还是有的，而且还很细腻极致，把五系列的这个精髓发挥到了一个极点。只不过说是少了一些暴力感，但同时你换来的是一份平稳和舒适。But anyway， 把性能和舒适这两个极端共存在一起，这本来就是 M5 的一个任务。它的意义就是一台房车，但并不是一般的这个家用房车，而是一台能够除牛斩马，在他们以为这是一台看起来很昂贵的车的时候啊，把他们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只不过讲到这个感觉啊，你会 BMW 傻傻的咩？会把按摩椅放进这种车？你要原始感，你要纯粹，你要激情，你要暴力的话，你有 BMW M3 还有 M2 可以选择。只不过如果你问我这两台车要怎么选的话，车来的，整天要打油的，刺激到半死，不是在打油，是去打油路上。